在过年的时候，由于这个疫情的发生，都出不去了。然后我在电视里看到呢，全国各地的这个医生都在驰援武汉。我也想为自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吧。看到那个医生啊、护士啊，在报道中，那个脸、耳朵被口罩勒的都很肿了，所以我也想着，能让他们尽量的舒服一点嘛，利用我自己的长处，能给他们一些帮助，也是为咱们的防疫抗疫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吧。大概是300多台机器吧，现在在同时打印。我们已经这连续打印了，大约已经打印了20000条口罩袋了。然后根据这个疫情的需要，我们会一直打印下去，至少会打到10万条以上吧。我们这些口罩扣都送到武汉、深圳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手里，也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和负担。首先，我要对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，他们牺牲了自己来保护我们大家。也希望他们在这一线战斗的过程中，努力的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能平平安安的回家团聚。我将和创想所有的小伙伴们尽可能的为他们做出一些贡献啊。